佢特登过嚟揾我，就系俾张票我啊！我知道我昨晚不应该就咁走咗去，但我想坦白咁同你讲，其实心入边我系唔舒服噶。意外之后，我觉得你成个人都唔同咗，我哋嘅分歧越嚟越大。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乱咁买咗架车，意外之后，其实你心入边仲介意，所以先乱咁谂嘢，做埋啲奇怪事。我哋唔系讲过？以后不要再提撞车件事吗？我们一起这么久，你从来都没什么事瞒着我的。上次 Archie， 今次 Miranda 老公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。你令我觉得你很陌生。我不知道是我不够了解你，还是你已经变了。我冇变，我爱一个人就是会毫无保留，不惜一切。在这个世界，阿慈、柳生他们一啲都不重要，我眼中就只有你一个。你看不到我的努力吗？我只是想帮你，阿信，你爱不爱我？我哋以后唔好俾啲唔重要嘅人影响到我哋，好冇？Kenny， 郭阿文，好耐冇见，新女朋友 Ashley 啊，阿 Jo 个 friend， 佢冇见一排大张咁多你，讲呢啲，你咪仲大啫 ，Candy， 喂，下次再讲，嚟咗啦，我入面倾啊，好，你好啊，我叫 Anson， Kenny， 坐得埋一张台啊，就真系自己人啦，保单嗰啲唔好讲咁多啊。飲酒先，好，飲杯，飲杯。咁啊，樂言都同你溝通咗噶啦，咁我跟翻佢意思，就做咗一份人壽保險俾你。得啦，我信得過樂言，佢話點就點啦。唔得，點都要講清楚，話曬個保額都唔細噶。其實嗰少少傭，你賺嚟做咩啊？唔好做啦，跟我。其實份保單咧，真係有好多細節要留意噶。例如佢講到咧，要你俾咗50万嘅首年供款，咁嗰個保單先會正式生效噶。做咩啫？你驚我走啊？我唔係咁意思啊。講笑呀，我支筆嚟啊。哦。50万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乐言，保单啊签咗啦，同我食饭。嚟啊，行啦，食饭。
我嗌咗青州炒米啊，洋葱換咗芽菜，咁啖嘢先。你揾我做咩啊？想同你 say sorry。我上次個語氣係重咗啲嘅。你姨姐又係離譜嘅。如果你唔中意湊佢咧，我可以俾個特價客你噶。唔使啦。我有個客咧喺律師樓度做師爺嘅，男人嚟嘅，唔使擔心佢性騷擾你。點解一定係你俾客我？你覺得我自己揾唔到單咩？唔好耍啲細路仔脾氣啦！我呢個客都唔容易湊噶，佢即係嗰啲識啲法律、好多嘢問嗰啲咧。不過加油，唔使啦。我呢排唔得閒，我湊緊個大客。咩大客啊？冇聽你講過嘅。最近識嘅，嗰張保單嘅金額仲傾緊。早知我自己會搞掂佢。咁咪好咯，有大客。咁咧，你同人解釋嗰啲保險條款啊，嗰啲細則嘅時候，得啦，我知啦。食飯啦，啲嘢凍曬啦。Hello， 好耐冇見。Sorry 啊，做嘢遲咗添。咁遲噶，我唔理啊！你今晚要陪我行街睇戲食飯。你話事啦。點啊？揀啱邊件啊？呢件同埋呢件都好似幾好，你覺得咧？邊件好啲啊？兩件試曬佢啦。好啦，唔該，我想試下呢兩件。好啊，呢邊啦。Anson， 你也入嚟啊！哦，上次见佢同柳生一起，仲以为佢好拣择。今日呢个成个观音兵咁，实俾佢当水鱼咁揿。多谢12,600元啦！我俾卡唔該，唔該曬。Thank you， 多謝曬。Thank you， 我攞啦。嫲嫲難得出嚟飲茶，唔好掛住玩電話啦，壞眼嘅。靚女啊，教識我同阿勁心玩 message。嫲嫲，呢個位咧可以再加個心心眼嘅 emoji 嘅。你现在看着 TVB USA 官方频道，不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点 subscribe 啦！